爱乐剧工厂推出亲子音乐剧《轻轨好朋友》，结合马戏特技杂耍和影像科技，希望带来欢乐的气氛。我希望带给就是观众非常多的声光效果跟刺激。那所以这次呢，除了这个。 多媒体的使用很多之外呢，然后还有就是，音乐的是浓浓的日本风。老少咸宜，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去看，不止小朋友可以看得开心，家长其实也会心里有感动。你们人类真的很奇怪，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就要先攻击别人，真的莫名其妙。由陈碧珠饰演太郎，赖盈盈、严承欢分别演出轻轨及红轨，除了希望让观众欣赏精湛的演技，也透过剧情跨越种族的人物。 设定，传达包容与同理心。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讲求，就是同理心啊，换位思考啊，然后不管是朋友之间、家人之间，甚至是不同的种族之间，然后。 国家之间，那这个当然是讲得很大，但是其实最基本的就是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善待我们身边的人。不同视角的剧情编辑与舞台呈现，给予观众思考，人类该如何与不同种族及动物相处融洽。下次你来找我玩的时候，还可以跟我的好朋友轻轨一起玩。台北新闻蔡佩仪、叶怡琳台北报道。